灵魂小乖乖，听说你会叫妈妈啦，来来来，快给妈妈叫一个。灵魂，我是爸爸。你看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没有不要你哦。你别胡说八道，让小娃娃听见了。他还小呢，他什么都听不懂。谁说的？本尊的小娃娃，绝对绝顶聪明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说的都对，咱们的小娃娃最聪明了。你可别套近乎啊，本尊还没有对你解除警戒线呢。少爷，我先带小少爷回去睡觉了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好了，乖，走，睡觉去了，乖乖的睡觉啊。哎，慢点。哦，回去睡觉喽。小景啊，你说咱们要是正常的夫妻那多好啊，每天啊我们吃着粗茶淡饭，过着最简单的生活，带着我们的孩子，就咱们三个人，像我们浪迹天涯的时候那样。你这个小娃娃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那个时候啊，真的是我江清流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候。小娃娃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，而你呢，就是要做一个武林盟主，匡扶正义。那你呢？你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本尊就是来游戏人间的，跟你们这些凡人可不一样。你撒谎。来人，给本尊准备洗澡水，本尊好几天没洗澡了。小景，不许偷看啊。